不用担心。我等一下抓出去哦。现任警察没有的，我觉得为了你好这件事情哦，千万不要太常说。啊，我们来看看很多小朋友从小到大的心路历程。这个是我的学生跟我讲的。国中不要交女朋友啦，认真念书，长大你就会赚大钱的。这是爸爸妈妈为了你好。然后国中三年就被懵懵懂懵懂的被骗了三年。上高中说，啊，高中不要交女朋友啦，认真念书，出社会之后你就能赚大钱。200块，又懵懵懂懂三年，没有交女朋友。大学四年，啊，大学不要交女朋友啊，认真念书，你大学毕业之后赚大钱之后你就交到女朋友了。先生捡200块，外面。好，大学四年又没交女朋友。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之后，发现没有赚大钱，也交不到女朋友。那你后面那边放心。好，然后呢，父母就在说，还有需要先生捡的吗？父母交了哦，啊，你为什么都不交女朋友？啊，你以前叫我不要交女朋友，现在我交女朋友。对了，好，没有下钱。拿500。这个是我学生给我的心理。拿500。从小到大被爸妈说不要交女朋友，到最后单身没有办法交女朋友，因为不会追女孩子啊，不知道跟女孩子怎么讲话。海鲜节啦，免我介绍，等你摆弄贵啦。没错，免我介绍，过年到最后都在玩什么？固定的物件，200块，我给你寄给他。二 D 的。来，后面点餐的先给他。哦。来，200来。来，准备好了。强加给别人的意见不是善，是恶。来，200海鲜节，够什么节？还有一样，外面那个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过来卖吧，能卖不？要吗？我要买一个。我拿1000，刚刚。好，800。你先找你钱了。好，200的，你要吗？来，100的谁？还有没人买一盒的？黑了啊，一个黑，买一个黑啊。看你站点不到一台，还冒什么冒螃蟹了嘛？哎，各位妹，去阿威，等我啊。今天哪个厂啊？我买一个黑，姐妹黑，姐妹好不好？因为我的学生有些是社会人士嘛，那有些其实还长得还不错，又27、28岁，长得也比我高，看起来整理一下也是帅帅的。然后我说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没有。然后我说你28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？他说对啊。然后他说。从小念书念到大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啊。300块，300块。还给第一个什么姐300块，买瓜子，后面一个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，没有。300，买瓜子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了。哎，给他刷屏了。毁掉啊你，开始。这老师包小馒头要小馒头，就小馒头，你问信分就知道了。谁是小馒头？哦，他叫小馒头。对，然后一份哦，给他就是了。哎，200块。哎，有一组给他来。现在小孩们，快点！现在来自于手机的关系，你要给他手机，给他网络，他想要找什么东西，他都找得到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150了。好吧。
个了，一个昨天能吃的。啊，这里不好玩，不能跑。不能借一借一脚，怕唔用完。要全套都是虚拟的。不能该用这啦，全部不能啦。不用这，谁一坐地，坐地上就来算伊啊。然后我那个28岁没有交过女朋友的那个学生，我后来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安排一个单身的学生做他好的，然后我就说算我就跟你们聊天合法的，那你尽量聊天，那你是个细节的，中午吃饭的时候要一起吃饭哦，我要看到哦。算一样，对啊，会会聊跟不会聊差很多哈、哦。你看像我，生性内向就不太会聊。片，片，哎，还有谁要写一张？有没有帅姨？帅姨，给我两位姐来吧，帅姨，帅姨，帅姨，雪姨，都有了。好，一百不？写一张嘛。三片500，1000块多一片。一直约人家出来玩啊，然后又不表白啊，然后那上面拖三四个月，到时候被别人追走，那之前付出的时间不是都给卡烟吗？约一次，先约他一次不出来，再约第二次，下人整包都去来，大哥的来，再约第三次不出来，好，放弃转目标。1000块。
板卖布袋鱼，布袋鱼买200块。对你没兴趣的话，他就一定会拒绝你嘛。哎，布袋鱼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三次，那就很明显，他真的对你没兴趣。还没有，下一个目标了。哪有？哪里？哪里？两次没见面。刚才几位？不要过来！这边老板娘，把布袋嘞，我一包叫卖一包，布袋拢卖两百呀，哦，卖两百块。忘记了。不要把你那个大的德沃措世界套用在那些小朋友上面。一碗冰冷冻就好了。那个是我们的世界，不是小朋友的世界，好不好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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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两个啦，这边不卖他再进两个转过来给你跑我妹妹，我是动不了。他就怕是先怕两个跑啊，一里那里。对，他们很聪明，他知道说都你在哪的，他们不会打我，会打你。后面还有一个。